我是张浩群，今年16岁，就读台中市东势国小国乐团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胡琴，至今已经学习8年了。现在就读台中市新社高中，现在也担任客委会国乐团的团员。今年获得110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中胡独奏高指组 B 组特优第一名。我对音乐的热忱就像是流沙一般越陷越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草原风韵》。
第一次接触这个乐器，就是发现很酷，因为它的弦是那个类似钢丝做的，所以按的时候就会冰冰凉凉的。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按紧就会有声音，但有时候没有按紧，它就像鸡叫一样，就声音很多变化。我们比赛就是大概从小试开始去比，就是先去试试水温，看看这个。胡琴到底别人的程度在哪里，跟自己有什么差别？然后那时候是比二胡，然后大概有30-40个人一起比，所以会有初赛、复赛。但是那时候是不小心就进入复赛，然后也获得甲等成绩，在那时候算是蛮鼓励的甲等，而且是小试，所以对之后就是有更大的信心去比赛这样子。我的启蒙老师曾德生老师，他在我启蒙这段时间教给我很多东西，最特别的就是，乐曲处理，就是感性的部分，因为感性这部分就是每个人不一定都会有所收获。进国乐班之后，就是因为很多曲子，新的曲子有很多意境不同嘛，所以就是练习的时候，老师也有给我一些 DVD，中国大陆一些。名师演奏的 DVD，然后就去学习去模仿。那在乐团里面也有担任首席的位置，
那首席这位置就是需要有时候需要接触不同乐曲搭配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独奏。那我觉得最特别最难的就是金胡，因为它比其他乐器又来得更小，所以就是花很多时间去练习。但是后来老师去世之后也有跟到另外一位蛮棒的老师，就是洪西峰洪老师，在他身上就是刚好互补，学到了理性的东西，所以就是感性跟理性之间都有学到，就是蛮棒的。首先我要很感恩哈已故的郑德生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当那时候练琴，早上都要7点钟就要背着琴到老师的山上，然后在老师的家的三合院庭园啊，或者是露营区，或者是芭乐园，在那里练琴。那也因为这样的学习环境，所以浩群他在音乐性的表现上更为与众不同。那另外我更要谢谢洪基峰老师，他在国中跟高中阶段带给浩群更多的音乐的学习技巧，所以让他在国中跟高中这两个阶段呢都同时拿到了全国特优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因为疫情没办法面对面跟老师上课，那就只能透过网络自学新曲。那也意外发现就是这个自我探索就是学才是学音乐的目的。那也透过自我探索学习音乐，去了解更多音乐的诠释，然后成就感也会很多，也算是一种因祸得福。越来越大，比越来越多赛，就会发现，因为你当时在比赛，你也很难就是去听到别人到底拉的是什么，所以你在台上你就只能想好自己乐曲要怎么表现。就是等于说是自己跟自己比赛，只有把自己做好，你才能去超越别人。你要越过一个山，然后看到更广阔的草原嘛。那就像刚接触胡琴，你要先跨过一些遇到拉胡琴会先遇到的状况，然后你才会有更去欣赏或是沉浸在那个音乐里面。现在看起来就是拉胡琴的经验也有8年了嘛。那虽然高中没有继续选择音乐班，但是我还是喜欢拉二胡，它之后也一定是我重要的伙伴，也是我最重要的休闲娱乐。